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两个正方形呐、啊，哦，这两个正方形，它周长的和是120 S 哈，它的周长是4 X， 它周长是4 Y， 所以4 X 加 Y 哈，两个周长的和是等于120。好，面积和是500，好，面积哦，它面积是 S 平方嘛，加它面积 Y 平方哈。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500啊。啊，他问哈、哦，这两个正方形的边长多少？我现在把 y 带掉好了，啊，是32嘛，所以 y 的话哈、哦，是等于30减 x 带进来，就 s 平方加30减 x 的平方嘛，这是等于50。50哈，好，然后整理一下的话，这有 x 平方嘛，2x 平方交叉项是60x， 啊加上900，啊减掉50啊，等于零。那这一减是多少呢？一减是850，然后除以2，这是30，20得8，2得4，25得10。所以是 S 平方了哈，减30 X， 啊加上420，等于零。那能不能交叉相乘？能不能交叉相乘哈？不然我们代公式好了，代公式 X 等于多少呢 ？A 分之负二分之 B 就15哈，加减跟到多少？二分之 b 平方，15平方啊，加 ac 啊，420，这个是225的，225加上425，加多少呢？十积五啊，650啊，650的话，就我这个好像有算错。他是说多少？哦，面积和是500啊，不是50啊。500，算是500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样子就变成400。我这里算错了，这里变400。那余掉2以后，这里变200啊。所以就得到 S 平方哈，减30 X， 加上200。等于零，那这样这个就可以交叉相乘，好，一嘛，20跟10啊，减减，所以呢 ，x 哈等于10或者是20啊，好，那 x 等于10或20的话 ，y 就等于多少呢？啊，因为 y 等于30减 x， 20或10啊，也就一个10一个20。所以答案是10跟20。